云竹啊，云竹，是我，我是爸爸，外面人都走了。云竹，爸。 你小时候一输了比赛，就一个人躲起来。我没事。还记得吗，爸？ 你早就知道蒙面女侠是可思议，对不对？一个没有家的人呢，突然之间有了家，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讨好。你明知道可思议的天分比我高，你为什么非得逼我成为格斗选手？你总说我跟可思议是一样重要，其实还是不一样的。不。 你们两个人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可思议可以读书念大学，我就只能不停的训练挨打受伤？可思议可以受到各式各样的洋娃娃，我就只能受到拳套。我讨厌拳套，我不喜欢拳套。让自己的亲生女儿走一条光明大道，而自己的冠军梦想因为要不停的挨打、不停的受伤，而交给养女来实践，对吗？不。 不是这样的，丫头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你喜欢打拳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想上大学。如果我知道你想上大学，爸不会逼你打拳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只要你开心，咱不要这冠军，好不好？ 只要你开心就好。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对不起吧，我不该跟全的事情都跟可思议比较的，对不起，爸，你不要哭，是我的错。你能不能不要走来走去的，好心烦啊！ 思夜，思夜醒了。可思夜，思夜，思夜，许诺，许诺，怎么了？ 既然你已经夺冠了，等决赛播出之后，会有很多人愿意赞助狂欢吗？那么你也不再需要利用我来为狂虎的未来买单了吧？分手吧，可思夜。你在开玩笑吧？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你知道你让我损失了多少钱吗？我是拿钱开玩笑的人吗？ 我之所以没有起诉你，是因为我觉得被你这样蠢的女人利用和伤害，
我很丢脸。我不想把事情闹大。那是你以前说过的。至于之前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忘了。许诺，你说什么呢你？他是为了谁才被车长甩下来的？你说什么呢你？你们，滚蛋！走，走，放了，混蛋，放了！许诺，你个混蛋，我打死你！好好休息，许诺。对不起，许诺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你先听我说好不好？我不想听你说，你利用我，伤害我，欺骗我，你还想跟我说什么？如果有的话，那我只想对你说一句，谢谢你，奎思怡。你让我好不容易把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全部摧毁了，对不起。那个冷漠的许诺又回来了。别哭了，别在我面前哭，你的眼泪太廉价了，换不来我的原谅。还有，我麻烦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谢谢你。所以你搞清楚了，我说要帮你实现愿望的前提条件是，你必须离开我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离开你。你再逼我的话，我现在就赶尽活火。听懂了吗？帮你实现愿望。
麻痹着你神经，这次我会向你靠近，种下爱情的花，时间里生个花，笑一下就过去了，笑一下就不生我的气了。云如，开门啊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再不开门我踹了。踹什么踹呀？你着急个什么劲儿啊？不就是在综艺作秀里输了比赛吗？我就是怕你躲起来了。怎么了？这点打击算什么呀？我可是连失去心爱的人都熬过来了呢。我本来想了一大堆安慰你的话，现在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进去吧，我在收拾行李呢，家里有点乱啊。你不是27号再走吗？怎么现在就开始收拾了？我想早点收拾好，然后回家好好陪陪爸爸。毕竟啊，这次离开了之后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。你能这么想就对了，我还以为你输给可思议之后，觉得特别丢脸，连家都不想回了。怎么说呢？输了一次比赛，却解开了一个心结，我赚了呀！更何况输给可思议，终归是我们家赢了。哎，志孝哥，哎，你这些都是要带走的吗？嗯，那我帮你收拾吧，你先去忙别的。行，那我去那个屋看看啊。这个是给云竹的，这个是给你的。啊？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云竹今天拿了冠军，这是给她的奖励。找到没？志孝哥。哎。怎么了？我爸刚给我打电话，说可思议出事儿了。是不是因为向许诺坦白，许诺不接受他呀？我方跟你说了，吴东德现在向许诺指证 C 是间谍的事儿，但是许诺不打算追究 C 的责任。这时候你又不见了，我就先来看看你。那咱们赶紧回去。啊。
哎，今天好像是你先来找的我耶。啊？嗯，没什么，快走吧。今天下午，经过和歌董事会的裁定，和歌传媒现任董事长兼 CEO 许诺将于下周正式卸任。前董事长吴东德将执掌和歌。都怪我，怎么办呀，许诺？可惜，他肯定不会原谅我。可惜。你小点声，再哭就兜不住了。林文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你想办法去支开脚脸，不能让他知道可思和徐若水。快点，快点！不行，别哭了。没事呀。思怡怎么样啊？好着呢，好。哎呀，你看，肚子饿扁，太久没吃红烧肉了，叫你变。咱俩去买肉吧，啊？哎呀，走吧，我跟你说，教练，咱得去远点的菜市场。它虽然便宜，哎，不，虽然贵，但它肉质好啊。爱情呢，有时候也不只是有甜蜜的，有时候有酸，有时候有苦。爱情里面也会有谎言、伤害、孤单、背叛，可能就像是这个柠檬的味道吧。你尝一口。我不要。我为什么要尝这么苦涩的味道？我跟你保证，在我们的爱情里，我不会让你感受到柠檬的味道。尝一下。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许诺，如果以后我伤害了你，你就无法感受到这种苦涩，你就想想这个柠檬的味道，不要轻易原谅我。专心，专心，人呢？这样呢？丢你不吃，我要喝你不吃。大哥，你以为就你难过吗？我也很想要啥柠檬汁啊！不信的你干嘛上？我说的就是你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
许诺这个混蛋，他也太没人性了，怎么不想着是他先对狂虎动的手，只许欺负别人，还不许别人正当防卫了。对呀、啊，他不知道可思为他付出了多少吗？说追就追，说分就分，他以为他是谁啊？他觉得自己太有钱，太帅是吗？好像他确实挺有钱，也挺帅的。哎，可思义，别哭了，还哭是吧？你非得逼我出大招，啊？你要干什么？姐姐是个爱哭鬼，爱哭鬼，再哭，再哭，再哭，变魔鬼！不行，不行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伤害我也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好，不哭了。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李云卓。他俩从小就是这样。哎，不许哭。可思义，其实你每次哭我特别烦，因为你一哭就显得我特别不是人似的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有想显得你不是人。哎，你就真的那么难过吗？心痛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处理一些事就回来。别哭了啊！喂，秦医生，你今天是没见着，许诺他之前一点情绪都没有，今天痛哭流涕，泪流满面，你说他这是好了，还是病入膏肓了？他这种状态呢，是树形障碍康复以后的正常状态。哦，他情绪积压多年，就像洪水，闸门一开，那是一触即发呀。他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经常出现这种状况，所以你要先学会习惯。啊？这怎么习惯啊？要多久啊？太吓人了，他这样。徐总的情况比较特殊啊，你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好。我知道了。嗯，你这是哭丧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可思议挂了呢，弄得我也想哭。你放心。有狂虎在，可思义不会寻死。我也不想哭，可我就是难过呀。我说了，我也很难过。出于人道主义，你不该安慰我两句吗？我自己买的领带，林文抢走了。他抢走就抢走吧，他还说我不配，那我不配谁配啊？不用棉花糖，不喝柠檬汁了，棉花糖的世界更美好。许诺，你这翻脸比翻书还快，明明是你自己要分手，你委屈什么呀？行，你委屈就委屈吧。我本来要和林文复合，结果你和他最好的朋友分手了，那我还怎么复合呀？专心。嗯。我都这么难过了。你说可思义百分百人同情，我会更难过。哎，好了，真的是你这是一天三遍，一会儿要查他，一会儿不查他，一会儿保护他，一会儿放弃他，一会儿情深似海，一会儿禽兽不如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渣，且深情。今天停车场的事你也看见，谁知道吴东德接下来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？在一切没有尘埃落定之前，我必须把可思义从我身边提走。
没事，初恋就是轰轰烈烈，甘愿付出所有，多谈几次就好了。嗯。等一切都结束之后，可思怡才能回到我的身边，我才能让可思怡站在我的身边。灵竹，喂，徐总，你在哪儿？有事吗？我们见一面吧。我没有时间见你，改天吧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见到你。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。林竹，我没有心情见你，改天吧。哎，等等，你不是欠我救命之恩吗？我给你报答的机会，就今天。这个李云竹，他是有病吗？非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，怎么替他姐姐消灭你啊？你也真敢去！说好了还的人情，这次还完，以后也就不欠了。张雨欣，嗯。我中吗？不中。嗯。加油！棉花糖，想不到徐总还有这爱好，反差好大呀。说吧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？我想和你讲个故事。什么？一串是你的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还给你了，你不需要再给我。你的我的都是可思议送的。什么叫做可思议送的？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这两串手链是可思议他妈妈留给他的遗物。可思议说这是他的幸运手链，所以一串给了我，而另外一串他给了一个出车祸的陌生人。可是这个上面这个雨不是你的名字吗？不是，是可思议妈妈的名字。原来我跟他真的是命中注定。星辰填不填上？
太浮肿的愿望，用无情去强装，要无人能阻挡，忘了再去想，总会被原谅，才如此走向那种时光。你像刺破暗夜的烟花，让我能微笑又泪如雨下。为何那些温暖的感觉我又想不到。周律师，原来我会，我早餐呢？我要吃早餐，我要吃比小米粥还好吃的早餐，听懂了吗？现在就去给我买。可思议，对吧？是可思议家吗？哦，商家备注说是易碎品，确认无损伤之后才能签收。麻烦您拆一下。你就要努力的活下去，长得枝繁叶茂。
许诺，我现在懂了，你说的柠檬汁和棉花糖，先吃完棉花糖，再喝柠檬汁，更酸，更涩，更苦。可是依现在的心情，哎，估计会更酸更苦吧。我之前谈恋爱，只看到甜蜜的地方，即将失去了，才感受到痛苦。不行，忍不了了，我不能管你和可思议了，我去找明媚。周叶希，你疯了！你现在去，我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。我在饭店住和林门就前功尽弃了，他现在已经和别的男的看电影了。那可思议呢？可思议心软善良，他肯定会回头的。那林门不一样，他心硬啊！我再不去，我们俩就无法挽回了。不行，我得去。周叶希，我警告你，你别给我乱来啊！你要真这样做的话，咱们两个都无法挽回了。兄弟，对不住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和可思议的事情我不掺和，请你体谅一下我，我去了只气到我自己，林文心太狠了，我再不去，就真的无法挽回了。过往，生活对着熙来攘往。